上海做的就是全员核酸。现在你看南京路啊，这里人都没有了，没人没人。你看，这里面还上什么班呢？现在外滩街道啊，外滩街道全部隔离，全员核酸第一点，每一个街道每一个街道再做下来。今天就是，鼓励大家居家办公，街道里面居家办公，所以说都居家办公了，回来了。我们单位也放假了，有的单位好一点的不扣钱，有的单位不好的就扣钱。这里大王百货也关门，整个大王百货关门。今天核酸的，今天是确诊的是双位数吧，两位数，但是无症状的确诊的，就是三位数的，100多个的，每天都是在往上面走，控制不住的，有点失控了，真的有点失控了，估计也是我们跑得这么厉害，你看看，像那个现在是这个小区，你看，马路上没人。这里是南京东路街道，就是全部要核酸。这里的外滩街道估计明天后天也要全员核酸了。封城不，说是不封城，但是第一个上海市的车子出不出去，出不了省。第二个，长途汽车站没有，不让出去了，已经没有了。火车站不知道有没有，航空已经。现在外地的对上海来的人。这已经我们的绿码已经是一个信号了，已经上面有一个信号，上海市跑到外地的旅馆都不让住，如果住进去了马上又把你赶出来了，你说可怕不可怕。今天吃中饭的时间的河南路，大家看一下啊，现在是大悦城，马路上没人啊，车子这么少，人也这么少，人也不多，也不像大上海。今天天气也挺热的，但是今天的确诊人数是202个，到现在截止202个，但是好像是7个还是几个，9个是确诊，是新冠疫毒，是新冠疫情奥密克戎，但是197个。是无症状的感染者就害怕了，今天升到三位数了，昨天前天都是两位数的，随着检测的力度不断加大，检测出来的人越来越多了，还在往上升跑，如果往下面走就好一点了，就会好起来，慢慢好起来。上海这次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啊，但是教训是深刻的。我就觉得现在这个疫情啊，两个疫情管控的领导也是不知所措，这个病毒怎么会这么厉害，而且大部分这几百人都是无症状的，我就觉得把那个潮汐北路1200号的那个病毒扩散出去的那个责任人要追责的，真的要追责的。这个奥密克戎啊，就是我估计是香港来的那个疫情，香港这个病情啊传播得这么厉害，已经有45万人确诊了，你看这个病毒扩散起来，哇哇哇，很厉害的。哎呀，吃不下吃不下，202个人，里面有最小的有一个1岁的。外滩街道跟那个南京东路街道倒没有，他们倒没有封闭管理，我还能再出来的，还能出来为大家拍一下，如果封闭了也没办法了。我爸爸这里也封掉了，我爸爸住的小区也封掉了，我爸爸住的旅馆也封掉了，封掉了。我想上去，那个人就说你进来可以2天不能出去，你进来了可以就不要出去了，那我怎么进去呢？自己家里也是有这个一大堆的事情了，你不能进去了。现在我觉得上海的领导已经发急了，发出最后的吼声了，真的发急了，急死了呀！上海还是这么高，前段时间不管的情况下，还是
报了还是两位数，现在三位数，200多了，越挖越多，出来的人越挖越多，你说是他怎么办？那个领导要跳起来了，上街跳了。哎，这个病毒啊，这个病毒太可怕了，这个疫情太厉害了。你越是去挖它，它越多。全员核酸就出来了，很厉害，估计是上海2000多万、3000、3000、4000万的人，你都查一遍，好多无症状的，全部都停摆了，还有声音的，全部都停摆了，太可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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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全员核酸，全员核酸，全员核酸，全员核酸啊！没有了。没几个菜了，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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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菜了。毛豆太多了吧？23000，这么多，是吧？买点菜了。上不了那个，毛豆你放里面了吗？第二天，你这个店不美。你上个月放假了？哦，大概这几天都上班了。啊，没上班呀，对吧？嗯，就在家里边生到现在呀。人家都说出来买菜了，我说哎，我家里也得买点菜啊。哦，那你就告诉我了。好了。怎么了？我这里吃了，不用这么远，怎么远？这一袋多少钱？6块。好的，拿一袋。拿一袋。好了，大哥，你这。欠你的。对。啊，这个多了，多了一根。多了哪里呢？多了一根。12块。12块。6块，18。十八。18。玉米100呀？18。肯定要100多。18块7块，25。好，好的。纸巾啊！纸巾啊！这里在哪儿呢，纸巾啊？哦呀，菜都卖光了。